什么叫做见？见就是所持的见地。我们菩萨有十个地啊，菩萨有十地，甚至更多的地啊。这个在佛教里面每一个人传的不一样，但是以十地为最主要。这个所有菩萨一共有十地，最后一个地是什么地？你们记得吗？啊，法云地啊，法云地，最后一个地叫法云地。这个地是怎么来的？是由劫受来的。天父是真的有一块地给你，哎，你修到这个时候啊，你菩萨出地，出地菩萨就开始有一块地给你，不是。是你自己本身修行的劫受，你到什么劫受，按照十地菩萨它分成十等，你得到什么劫受，你就可以知道你已经到哪一个地。这个叫菩萨十地，这个就是所持的见地啊，见地，你所知道的自己身体的劫受叫做地。